常总吗？啊，江山足迹吗？骑了11年了。11年了啊。平时也骑长途吗？偶尔骑，骑个兰州啊，行。今年懒了，骑的少了。20几年前骑过啊啊，那时候车子还是反正那种扎皮沙那种。95年那时候20几岁，那会二八吧，或凤凰吧。不，那时候已经有变速车。哇，你这玩的好早啊！那时候汽车人基本上没有。95年，快30年了啊。那时候是刹车不行，现在碟刹啊。那时候还是那种扎皮刹的，安全性极低。你特别下大坡，你有时候你捏到底啊，刹不住，害怕的啊。有点像那个黑鞋底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啊、一捏两头刺，这么夹住了啊，带夹住了。对，这样的越来越专业了。就这个吗？不是吧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怎么看着不像？不是，那个是采访别人的。哦，你还骑过上南美洲的吗？对，骑过，非洲也骑过，亚洲也骑过。那你这收入靠啥？现在有一些自媒体收入，就是按我的一个理解，就是生活费完全够用，我不是特别想让他赚大钱，就是这路上够用就行，所以我就没让资本介入。吉宝不去哪坐着聊一会儿的啊？那坐着聊一会儿，吉宝，这不是已经在聊了吗？那坐哈，喝点啥，吃点啥呗，你吃饭，先去吃个饭呗。我觉得这个太见外了。没事，走吧。想吃个啥呢？吃个炒菜，或者是你？我朋友走开。随意，这就吃上了。喝点水吗？喝点啤酒。啊，啤酒不喝了，这大白天的喝啤酒。这个是玩了30年的车友，那时候不在这儿，那时候在外地上班，然后过一个地方叫永登，上班那地方在山沟里，啊，经常骑车是吧？不，那时候山沟待不住着急，对对对对，未来有很大的憧憬，所以说一个小地方待不住了。那时候我还早上骑从这边过去到团安邑转一圈，团安邑到这儿可能是40公里。你对这片土地很熟悉啊。因为骑自行车，你能看到全貌，有点比较方便。像乡里，像乡京西的乡里啊，对，乡里那小街小巷，你骑自行车窜进去都能看得到。这平时就是上班吗？没工作，看得不清。啊，自己做老板。哎，这两年做什么老板？那这疫情对你？那你是自己看吗？还是也雇人？没，自己看。自己看。咱这人生意不好，正准备去上班路上。对，耽误你上班吗？不耽误，我自己的铺子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。这倒也是。爸，你骑了十一年。啊、嗯。那你有老婆孩子吗？没有。没，但是其实压力也挺大。嗯。我说的压力就是，你走得越久，你会越设身处地的替他们想想。以包容的心态去替他们想想，因为他像父母的话，他在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里，要考虑周边的一些因素，外界会干扰他。哪怕就是说他时间久了，他会支持你，但是那父母他身边有那么多有带孙子的，就是说这种外界的环境的一个刺激，时间久了他也会挺难受的，有的时候。那你这期向你父母支持你吗？刚开始都很不支持啊，因为他没这个认知啊。就是在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里，干这种事情一离经叛道，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就像在无所事事流浪一样。他不知道这个，就是说走到最后也会成为一个事业。你觉得这一路上你碰到最大的困难是？最大困难就是自我认知吧，就是你能突破自我的一个极限，就是有迷茫、彷徨、恐惧种种负面因素干扰你，你就走不出来了呀。有那么一段时间的一个阶段，就是这样。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外界的声音会占据主导。我不能说光说我自己，我觉得应该是
大家都有共鸣感，现实种种声音伴着，然后自己想走的路，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时间久了就麻木了，有啥可做的。而且年纪越大的话，你能把握的事情会越来越少。嗯，然后那我要么就是专注这个精力，把自己这条路还有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去做了，能干一件事情至少也无悔这一生嘛。对，你是大学出来就不是啊？嗯，大学出来之后是有这个，就是说决定要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有前期准备嘛，要不考虑几年先适应一下这个社会，看一下这个社会的一个运作。因为在大学你只有理论，对，你没有真正接触这个社会的时候，很容易被这个社会给牵着。我记几年前，那小子应该听过叫控路，嗯，知道吧？对，我们俩关系还挺好，是吧？啊。以前那时候，他在国内不拍了个《行将之重》？哎，对对对对，《行将》对。对对，所以这个影响也挺大的。他现在也要为现实要奔波呀，嗯，也要考虑了。包括他后期带团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那人家也要生活，也要过日子。他咋说嘞？这世界上本身就是好人多。对。我们没必要拘泥于，就是说一直盯着黑暗的地方。对，啊，有的时候遇到了就当一个经历。对，嗯，行吧，行吧，行，谢谢。耽误你时间了，再买两水啊！不，啊，我那全是水。带着吧。别买，不用太客气，走。可以了。行。行，有啥了，啊，那个啥。抖音联系 啊，好，一路顺风，谢谢，啊，放下心中顾虑，有机会还是可以去走走，对，啊，行，好，再见。北京骑行去巴黎第35天，离开定西，去往兰州。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嘟嘟嘟嘟嘟。你好。好。这是你上。啊，没事。你往哪去呀，啊？都是。啊，四川。四川。嗯。拍张照可以吗？啊。拍照一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们今天去巴黎的时候也是看你的视频。啊。哈哈。你一个人是吧？对，一个人。啊，行。晒得很啊！这风应该不会倒吧？啊，不会。喂，这个篮子不错。这个篮子是我外面刷的。可以装菜啊！对，就是装菜用的。我买菜的时候，有时候经常挂在后面，容易掉。你这走出了路上的味，这个不像我这个，像是刚出门似的。对，东西带的挺多啊！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带啊，到后面也捡了很多。你这特地安了一个出胎啊？这个啊，这个我也不会挑啊。不是，你这是好像是1.95的，1.95的。你也可以挑1.75的。你说继续换那种小的吗？啊哈，啊，我就没换了嘛。因为我把这个用完了才换。那行啊。对，那一路平安。好，行。嗯，行。一路平安。对，一路平安。哇，真的风尘仆仆。接这个在路上接客接不来。接什么？啊。怎么样感觉有你观察一下站在老朋友的一个角度看一下有什么变化。挺好，头发这么长了吗？现在你上次看我的时候是短的啊，你上次看我的时候嗯，表面是在谈恋爱，其实是为情所困。为啥啊？
我见你没多久，然后就分了，是吧？哟、啊，可以。嗯，在路边吃一会儿。啊，那天裤子给我打电话，说那个叫啥、啊，你来北京了。我那天没接电话。嗯，我第二天那天在开会，我第二天跟他回过去，他说老子要出发了。我说啊，我说哎呀，这家伙真能搞的。我们俩在新疆嘛，在那个叫啥？对，那2013年。在哪个口岸、啊？我是去玩去嘛。你去霍尔果斯啊？哦，对，霍尔果斯。反正我们两个在那个农贸市场嘛。啊。我旅游嘛，我去玩去了嘛，那不容易啊。见面了好像是4次了。你说我们两个吗？啊。对啊。然后你描绘一下那个每一次的变化。没有。都是神一样的存在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。没有，就是我这次有点像普通人。你的变化是在我们心中的变化。嗯，理解了我意思了吗？嗯。第一次变化，我们就感觉不可思议。嗯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年轻，10年前谁都年轻。我去，跟我同龄人，干这么一件事情，干这么一个疯狂的事情了。对啊。嗯。然后，第二次见面应该是在你老家嘛？嗯。对不对？没事结婚嘛。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，你很辛苦在外头，是那个状态。啊，上次在兰州嘛，就感觉好像现在要慢慢的，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。嗯。这次可能就是可能随着我们心态的变化，你心态的变化，然后这次感觉很自然而然。嗯。就感觉更随意了，不像在以前这样，非得想。让你在我们心中要成为什么样子？那几第一次的时候，现在不是了，就是啊，要走就走就行了。其实以前的一个状态是特别本我的一个状态，对。现在有一种随我的状态，超越本我的状态，就是谁都看的都还行，不会太难受啊。以前是只有喜欢的人才舒服，就这个棱角没了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对，比较包容了嘛。哪怕就是老一辈他们所阐述出来的东西，都能更好的去理解。这10年是我们发生了变化，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发生了变化，啊，国家发生了变化，国家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。对，像之前不是说10年吧，9年都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。然后现在回来的话，吸收一下国内的这种，现实里种种的基本架构的一些信息吧，还有一些能量融汇，我自己总结一下，总体来说，对自我提升还是蛮大的。不总结不学习，永远都不成长。你写的东西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最开始你写的东西啊，博客上写的那些都是流水账似的。对啊。对，现在开始思考总结，来看。你以前走的路，现在看了人；你以前只顾走路，现在你要看人，走遍千山万水，见世界人无数，对吗？对，总结很到位。大伙听懂了没？我去，好几十公斤了！你这头发白的挺快了。一样的。嗯。一样的。嗯。包心的是亲哥。也就是第一次见面跟这次见面才看了你这个东西，以前都没见到你的东西。你上次见的时候的那个车是第二辆，那辆车就是个山地车。你下来看他那小子，跟那车一样。前面刚刚过去4个，估计是骑短途的。啊，对，跟他们打个招呼。现在国内应该都还挺安全的。嗯。国外怎么样？安全这种状态要自己去把握。之前跟他说的，就是这个世界，你不能单一的听谁给你描述这个世界的。其实你面对的世界就是你自己的心理世界啊，对，一样，对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别人给你描绘，国家很危险，别去。那国家到底危不危险？对，危不危险？你干嘛不自己去看一下呢？啊，就是说类似于这个意思。抱一个。见证每一次成长。以后说是成熟了，我说。现在你先整，我看看先整。行吧。
我就不客气喽，一路平安啊。好的好的，嗯，慢点走。好的，随时互通信息。好嘞，好好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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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。哎，潇洒的来，潇洒的走。这个朋友，我在环球骑行的路上已经见了四次了啊。所以刚才说了一些关于他对我的一个认知，然后呢，他刚才又反过来说了一下，他虽然就是说看到你在描绘自己的一个成长，但是反过来也影射了他们的成长，所以我们就聊着聊着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走吧，继续兰州方向。